好啦，由於已經討論咗比較長時間啦，咁好多議員咧亦都就住釋法一事咧表達咗意見。我留意到咧，好多發言嘅議員咧都要求司長咧係到立法會咧係説明政府嘅立場。咁我答應大家咧係稍後係會同政府當局咧去商討點樣跟進呢件事，盡快係安排會議同大家去處理呢件事，係嘛？如果冇其他事項咧，我宣布。是主席，你澄清是不是你的盡快的意思就是說在星期一之前我們要開到這個會，如果不是到時已經釋法了，就是我們只可以講道文而已。是蔣麗雲議員，最後一個案件吳嘉玲案，是時間上呢我亦都要跟政府當局去溝通的，因為呢要有意義的討論要有政府當局代表出席咧，先至能夠係令到個會議討論更有意義。而頭先其實大家都就住釋法咧都表述咗，我相信大家亦都會就住釋法咧喺其他嘅場合表述嘅。咁關鍵都係要同政府當局溝通完，佢安排到合適嘅政府代表嚟開會咧，先至有意義，好嘛？咁如果冇其他事項咧，我宣布會議結束啦。唔該曬。